看。虽然现在的小块落着雨，但是学生囡仔无受到影响，同款真有精神参与学校的校庆活动。伫礼堂内底，毛爱心妈妈穿着短裙，伫台顶热情演出，互规个活动的气氛更加闹热。不过上特别是，因邀请到第一届校友30多个人做伙登个学校参加活动，伫学生囡仔欢迎之下来进入会场。这个时刻还能够回到我们学校来这种活动里，表示他们对我们南投高中的一份情、一份爱啊！所以他们在社会上表现得那么好、那么杰出，都是我们所有同学的一个典范。这群校友是台湾公布了后，好好训练第一届学生囡仔，当初是初中，要经过考试才会使来读册。现在大家都已经80多岁，大家年龄加起来入面2500岁。想到正经读册环境虽然较无好，不过拢是真快乐的回忆。日本战败了嘛，所以学校的教室拢总真普通、真普遍，拢是日本时代留落的教室哦，无他讲像即摆遮尔富丽堂皇啊。读波波猫啊，好，初中就开始读波波猫，哎，啊，再教 A B C 啊。好顺啊！好顺啊！我嘛拢都排球、篮球的选手。因为当初国小是读日本教育，国中才开始来学波波猫。讲到这趣味的代志，大家拢吹笑目笑。你看到年龄差不多60多岁学长学姐回来，学生囡仔嘛，感觉真新鲜、真特别。其实很高兴他们回来，因为他们是第一届嘛，对我们有相当那种相当大的一种鼓励。第一届的还来看我们，然后都那么老了，然后希望他们身体健康。好好讲，这群校友真侪拢真有心机，我希望趁着这个机会，学生囡仔来作为学习的对象。记者女性采访报道。